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鱼山小弟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一把叫 Big Ray 的旅行家。因为旅行家的体积非常的轻巧，所以相当适合携带外出。它的收伞长度是23公分，它的开伞长度是56公分。伞骨的配置呢，是上段采用高硬度的电镀金铝，搭配中段扁形玻璃纤维。那扁形玻璃纤维的特性就是弹性中带点硬度。那伞骨末端呢，是采用弹性的玻璃纤维伞骨。下风槽采用防夹手按钮开关，开收伞不会夹到手。还有搭配内卷骨的支架，相当坚固。那这样子的伞骨搭配呢，就是能够让伞比较轻量化，而且坚固，翻花不容易坏。重量的部分，我们以同款三支不同进行个别测试，取得平均重量为192公克。那依鱼山小弟的销售经验，200公克以下的雨伞呢，都算是非常轻量的雨伞，差不多一只手机的重量而已。遮光的比较，第一把伞会透光，第二把伞是旅行家，遮光效果非常优异，表示除了抗 UV 以外，隔热效果非常好。雨伞收纳一阵时间之后，伞不会定型，所以要开伞的时候先甩两下再往上开伞会比较顺畅。那当雨伞翻花之后呢，我们只需将伞收回再重新打开即可恢复原状。雨伞的保养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遮雨过后有空或回到家的时候，必须将伞打开完全阴干再收纳，否则伞不容易发霉变臭或者是生锈。介绍完了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